其实是两件事是差得很远的事，就是两件事跟不一件事。老百姓对于自己的食品安全问题，包括我们的生物的这个病虫害啊，各种的防治的法律啊，现在的执行力度越来越强大了。所以呢，菠萝就是菠萝，菠萝跟九二共识是完全是两码事。菠萝嘛，菠萝好说，就是这个病虫害现在不买了，如果明年没有这种病虫害，大陆继续买也是可以的，所以不用把这件事情扩大了。